花的鹅。嗨，大家好，以后看到我就叫爆米花的鹅。哎，这个是志玲的鹅。哎，林志玲的鹅，好。好，来，那我们今天的活动是爆米花哈，因为圣诞节什么时候？外观就变成了外面变里面，里面变。
以待会你们回教室在品尝这个爆米花的时候，你会看，哎，外面是白的，里面怎么会是有一点点黑黑焦焦的？那个就是它的外面的皮会变到里面。因为它在还没有那个爆裂的时候，它在里面一直熟，所以外面会变黑白。它是因为还没有在爆开的时候，外面变黑的时候。对。对，它就是在外面外皮的时候，已经因为它已经加热的时间是比较长久的，那经过里面压力爆开之后，它就变成在里面有一点黑黑小小的哈。那这边就是让各位看一下，这个啊，这玉米啊，还没脱衣服的时候就变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胡子，跟我们一般在家里看到的玉米，妈妈买回去玉米都是叶子剥好的，须须都剪掉的。好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黄玉米，那这个比较白的是水果玉米。好，对。那像美容啊，你们有没有去拔过萝卜？有。那美容还有一个就是水果玉米，还可以分吃。哦。那还有一个是刚才讲到的这个，哎。这个玉米乌青，可甜乌青，这个是糯米玉米。好，所以你看它玉米的品种非常的多哦。那玉米的产量在全世界属于第三多的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小麦、辣椒、小麦、大麦、小麦。那就是米。好，米类。好，第二个什么？小麦、菜、苹果、麦。好，小麦，那第三个就是玉米，好，所以玉米在全世界很多人哦，种植的部分。是有人不是会把玉米跟？他们是什么？玉米笋。玉米笋。他为什么会有玉米笋？因为它还没成熟，还没完全成熟的时候。还没成熟，他为什么要把它拔起来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哦。好吃啊，好吃。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用意？才不用在那里啃来啃去，就可以。哦，不用啃来啃去啊。它就是不要加糖，爆出来之后再把糖打在。
汤匙的八分满哦。那把它搅拌，然后加热，然后倒两杯玉米，然后一杯糖，好。好，然后就把它开着，然后它就自己去加热，自己去就会爆出来。那我们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做。哦，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做，那怎么做？不用买，用自己去那个实验器具。家里是不是有那个炒菜锅？有。那你把对炒菜锅，然后你就放一点奶油，就是我们在磨吐司的那个奶油，放下去，然后放玉米，然后你要吃甜的，就跟叔叔一样，就放糖，然后就把盖子盖着，然后开瓦斯。然后它就会爆出来。啊？哦，你的火就不要太大，哦，然后要把它搅一下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比较方便的就是，你有没有看过在烤肉的时候有卖那一种一个铝箔纸装的一个小，然后有一个饼，对不对？它本来是凹凹的，有一个塑胶凹的塑胶袋。然后你去烤一烤之后，它不是会啵变成了一盘吗？哦，那个也可以。那第三个就是比较简单，我不知道现在 Seven 有没有在卖哦。刚才有人说用微波的，你们有没有吃过？本来一小包好像果冻那么大，然后放在微波炉就啵变成一大包。哦，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在卖了哦。以前小朋友卖。哦，好，我下次再来买看看哦。以前我在 Seven 有买过哦，就是。它放在微波炉里面也可以爆，哦，所以在这个爆玉米花，在家里也可以做，哦，啊，就要小心一点啦，因为有火会危险，哦，这个在家里面在寒假的时候，可以来试看看，哦，然后它一加热，这样子去做搅拌，差不多五分钟左右，哦，这样子一锅就可以把它做好。那它只要它就自己爆出来。啊？哎，对，对，就是它会自己爆哦，因为它本来玉米，然后一受热之后，它是不是会膨胀？那膨胀整个锅子就会被它掀开，然后它就会掉下来。哦，那这样子就表示说我们这一锅的玉米已经爆好了。好，那就等到它在搅拌的时候没有听到那个嘣的声音，我们再把它打开，把它倒出来。哦，不然你。看到它已经在爆的时候，就把这个锅子打开，很危险，它会弹出来。好，所以你们在家里如果要自己爆这个玉米花的话，要注意一下安全。好，嘿。它如果快跑的话，那锅子会震动，然后会听到爆的声音。它在爆吗？那也差不多。那就表示差不多，天气很会抖的，哎，在一两分钟它应该都会比较好，因为它里面有一点受热，会有，哎，有一些已经可能已经在里面有爆。等一下就觉得太严谨，就是挤出来，哎，它就会爆出来。
出多少？哎，我没有秤哎，就两杯的。两杯爆米花。对，两杯玉米的量，好。那这是最新鲜的，因为在店里面不知道它放了多久，好，所以在家里自己做，好。哎，里面还有一些爆米花吗？对啊，所以它会在。慢慢爆，那有一些比较。刚刚我把加温先关掉了，如果没有关掉的话，哦，它会超会大。会烧焦。它现在只是让它自己搅拌，它用余温把剩下没有爆开的把它，它酱料没有继续爆出来的，你就可以把它关掉了，因为它现在只有剩搅拌的动作。好。那热锅子会热吗？会。现在很烫。所以在家里你们用锅子做的话也要注意哦，锅子会很烫，好，就这样一锅，嘿。对啊，它温度是超过100度哦，好。现在就一个班级就带一小包，一个人只能吃一颗，那够不够？全班就这样。我真不够哦。那不然再多送一个好不好？好了，今天就是圣诞节，让大家吃饱，好没有？吃饱。就一袋啦。那如果你们带回去吃不够，再来找叔叔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早上都在这边。要吃爆米花的时候要去洗手，那也不能吃太多，不然你们中午吃饭就吃不下。还有汤圆哦，哇，那今天会吃很饱。刚才叔叔有说哦，他们玉米都是淀粉类哦，所以也不要吃太多哦。都是淀粉哦，哇，知道意思哦。Ha ha ha ha!